大家好，欢迎来到2023年全国高中职国际知识竞赛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hris。我们今天请副总统赖清德，大家好，以及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，大家好，一起来挑战国际知识竞赛。你们看到前面的饮料吗？有啊，还有凤梨是吧？是要给我们准备现在吃现在喝的吗？不是现在给你们喝的，那比赛就完后。赢的人就可以喝，一定可以喝。好，那也可以帮助输的人爱心喝掉。好，所以赢的人调给输的人喝。嗯，今天只有一个结果。是是，就是谢佩芬一定要输。啊，真的吗？是这样吗？要有职场伦理。哦，主席，你竟然用主席的身份压我。不过佩芬是才女啊，那才女学霸啊，这个要跟她坐在一起面对这个。竞赛的压力是真的很大，主席，你到时候不要那个手下要留留情啊！看我都结巴了，副总统，那个您也是我哈佛的学长，所以学长拜托对学妹手下留情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你们都答错了，答案是 C Coolidge。怎么可能？他的名字是 John Calvin Coolidge。可是 Clinton 是 Bill Clinton 啊，对，可是 Bill 对啊 ，Bill 也是 William。哦 ，Bill 也是 William， 哎，对耶，真是耶。不好意思，没问题。你们答案错了，真的吗？对，正确的答案是 A。大陆祥平，帅豪，帅男。哦、真的哦、嗯啊、我想说学做菜会割伤手听起来蛮好笑的，想说是错的。那主席为什么选 D？ 我会选 D 是因为他怎么会想要提醒在宿舍和球场之间。请问是下列哪一个，请看图片。三二一，不用哦。哇 B 耶，你们都答案对了，对对对，是吧？你们都答案对了，很好，那是非常难的问题。对，所以大家看那个，因为我有去摸过，真的。啊，你们都知道是 B 日内瓦，对。好，今天的比赛结束，3-3。啊，真的？所以对我来说。你们俩都得喝爱心特调。好好好，所以我们要调给对方，是不是？嗯，可以。主席，你喜欢吃三色豆吗？嗯、可以来。可以吗？对，看你的。真的假的？你就调你喜欢喝的。我觉得主席好像很阿莎莉耶。是的。这个美乃滋呢？你认为？沙茶酱呢？感觉也没有很喜欢。这个是川贝枇杷膏，然后这个是。我们的台湾产的饮料、嗯，对不对？一个苹果西打，一个黑松沙士，沙士对，还有代表台湾的凤梨汁，对，好运旺旺来，这个应该要怎么？帮我为你调一下，是凤梨汁，然后这个苹果西打，苹果西打。这个川贝枇杷膏，川贝枇杷膏，这个发音呢是一定要必备的，再加一个这个凤梨。哎、欸，跟我的秘方好像都一样啊，对啊，因为沙茶酱那个加进来怪怪的。我们干杯，干杯。好，是不是应该搅一搅比较好喝？五味杂陈，因为我知道哈，现在的高中职的同学都非常厉害，反应快，然后知识丰富。皆非等闲之辈啦，真的。所以今年新的这一届2023全国高中职国际知识竞赛，全国知识青年就是你，就是你。